今天做什么好吃啊？我今天来做一点这个点心，就是这么多食材，糖、雪花酥。雪花酥？嗯。你那个是什么呀？黄油吗？这是黄油。先把黄油倒进去。你有没有吃过雪花酥啊？没吃过。很好吃。好吃吗？嗯。你不能说很好吃，就是还可以。这是果仁吗？对。是奶粉还是面粉？面粉有那么黄吗？这什么东西？棉花糖，给你吃一个吧。嗯，像那个压缩面。面膜是吧？嗯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你怎么会想到压缩面膜呢？就这熬啊？对，要让它融化。这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你来玩一下。你玩吧。来，我帮你倒吧。嗯，不用少，再倒点进去。现在倒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。可以啊，好好好好。这料很足。你这模子也是你买的？对呀。要分两次做，因为我这模子有点小。这样捏吗？嗯，把它摆平之后，还拿那个棍子擀一下。我这个手套都是那种不粘的。哎，好像是。不粘手套。好像还多了一点点，可能弄错了，这块忘记拿上来了。第一次做真的没经验，送的这个是不粘的，还是多了呢。按着它的模子切一下，这个差不多，现在就切吗？对啊。那不是以后咱们家都不用买零食了。然后这个东西的话，你想放什么都可以放，不一定按照这个做，你可以放花生米啊，真的都可以，真的很简单。好像可以啊，像那么回事。像那么回事。哎，我们过年就可以不用买糖了，我做吧。可以。老婆给我安排个任务，这个牛轧纸，牛轧糖纸，你会吗？有点会，这感觉有点像那个很高档次，糖果制造厂了，我都快变成。你拿块放这里，嗯，拿块这个糖，这样包过来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再拿那个，嗯，铺一张放上去，嗯，这样包过来，反面的吧。就是这样。哦，我知道，有点像那个小白，那个小白兔奶糖一样。啊，对，这样一紧。哦，原来是，有点意思。我怎么感觉我们俩有点像是做了糖，然后拿去市集上去卖？我们就是糖果加工厂，民营企业，做糖两小时，吃糖五分钟，做的我腰酸背痛。哎，终于做完了，哦，做的腰痛。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我做的，然后这是老婆做的，你看，两头的头都不在哪里。
好了，拿去给家人尝一下。拿个盘来吧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大家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制作这个雪花酥。这个雪花酥呢，我已经做好了，先给爸妈跟轩宝去尝一下，走啦。真的？是吗？来。之前宝宝睡着了，这是我自己做的雪花酥。哎，这么客气啊！好客气，不好意思了。不客气，宝宝宝，谢谢。这个少了呢。嗯。哎，这么大一个。嗯。那保重。谢谢，谢谢妈妈。我们可以开个糖厂了啊！糖的话有糖厂。妈妈，你辛苦啊。妈妈，嗯，有点好吃，有点。谢谢妈妈。嗯，自己纯手工做的，这真的是。过年卖完糖，自己做上来。哦，你大娘妈没吃糖，给妈妈呢。两个娃娃一糖。啊，嗯，好滋润啊。刚刚起来很冷。那这个火柴热得很嘛，这个呗。嗯。